两个人在一起都是需要磨合的，因为性格的原因嘛，所以很想问一下大家，就是如果两个人性格完，我都还没学，不会吧？有朱大哥啊，不会吧？你们这样搞，突然心情不好吧？动一动就不冷了。六七，右左，双手交叉。你真的吃完饭全忘了。啊！姐，姐，你们太坏了，对你们的不满，就对你们的不满。Andy，yeah， 完美。